字母舌面音恰恰强牙这一组呢，来跟啊后加还有然后加来做一个结合。好，那因为这个是随机的取样，好，那我希望同学们在家里呢，好，可以呢每一个30个字母呢，跟每一个6个后加字呢都做一个组合。好，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后加，哈，啊后加很特别，哈，为什么呢？哈，因为在古代呢，哈，其实在古代的藏文里面呢，每一个字母都有这个啊后加，哈，那可能是这个以前字母的阿母音的一个来源，哈，好，那但是后来在文字改革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如果说他的机制是没有上下加字，没有元音符号，但是他有前加字的时候，只有这个啊后加有保留，那其他的啊后加就把它删除，哈，所以呢，这个啊后加呢，照理来说，它应该是不改变发音，哈，那有的人会说呢，哈，这个啊后加会让声音拉长，哈，那这是没有学理的根据，哈，那啊后加它不会让声音拉长，哈，那相反的是说，如果当这个啊后加放在这个字母的下方，好，这个时候它是用来标示范文当中的阿母音的这个长音，好，那这个时候才是有拉长的，好，那放在后加字这个部位来讲，好，照理来说它应该是不改变发音，好，好，那不改变发音也很重要，好，因为有的同学不改变它还是会变，好，好，那我们来拼拼看，好，那我们现在就练习这一组的字母的念法，好，它一模一样，好，不要做任何改变，好，我们来拼拼看，来架架，一模一样，还是一秒钟，长短强弱韵尾都没有，好，完全都没有，来架架，一模一样，来架架，好，再来看，好，这个很容易，好，好，来看第二个字，来恰恰，好，再一次一模一样的，没有改变，恰恰恰恰，好，复习一下，好，字母的念法，好，再来呢，第三个字，来恰恰恰恰，不要变了，好，声调都不要变，好，好，再来呢，第四个字，来娘娘娘娘，一模一样，不要做任何的改变，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后加字，好，好，这个后加字也很特别，它是然后加，好，那这个然后加我们刚才分析的过程当中，我跟同学说呢，它一样是属于阴性的后加字，好，阴性的后加字，好，好，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这个韵尾的部分，好，好，这个韵尾呢，其实它是会带有一个卷舌的颤音，好，那早期我刚学藏文的时候也不太会发这个颤音，哈，那如果同学不会发的时候，你就发一个卷舌的 r 的音就可以，好，一定要卷舌，一定要卷舌，哈，好，那我们来看它会形成怎么样子的颤音呢，哈，好，首先它是阴性的后加字，所以它会让声音变长，好，然后变弱，好，然后这里的机制是四声，好，四声是降调，好，所以它被提高一格，好，我们来听听看它应该怎么拼呢，来加了加了，好，它有个卷舌的颤音，好，那同学如果不会发，你就发二的音就好，但是它不是那个做鬼脸，不是那个舌头往外伸的，它是 略有一点卷舌的，好，那不用卷太多次，好，尤其是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好，那这样的颤音其实在客送里面，好，它这样的颤音会比较明显，好，我们来试试看，来架了尖的四声变一声拉长一点，好，来架了尖的，这样可以吗？好，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一模一样。好，这里的话呢，声音变长变弱，好，四声提高一格变一声。好，我们来看看，来恰恰恰的，好，四声变一声，好，来恰恰恰的，好，再一次，好，恰恰恰的，可以吗？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字。好，第三个字这里呢，哈，会跟这个字呢有一个对照的变化，哈，好，对照的变化在哪里？在机字的声调的不同，哈，刚刚这里是四声，所以大家遇到阴性后加字的时候，它会提高成一声。好，那这里的机字卡本身是二声，是最上扬的声调，所以呢，它不会改变声调。好，那我们来拼拼看，哈，卡染卡了的，二声不变，好，拉长变弱，带一个卷舌的颤音的韵尾，好，卡染卡了的。好，最后一次，恰恰恰了。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
好，当牙这个机子二声的机子遇到杂的这个后加字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个阴性后加字，所以它会拉长，声音拉长，声音变弱，二声维持不变。好，那但是会带有一个卷舌的颤音的韵尾。好，我们来听听看，来尼儿啦尼儿的，再一次尼儿啦尼儿的，好，最后一次尼儿啦尼儿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点更有难度的。好，我们要将这个30个字母呢，再加上4个元音符号，再来跟这个6个后加字来做个拼读。好，那因为呢，我们录影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随机抽样来练习哈。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找这个牙跟牙这一组，好，这两个字母。好，然后呢，分别把这个牙呢，好，加上4个元音符号。把牙加上4个元音符号，然后之后呢，再跟这个卡跟牙，这个2个后加字来做拼读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让上面这组跟卡的后加字结合，好，下面这组跟牙的后加字结合哈。那同学如果在家里有空的话呢，哈，好，当然多多练习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在拼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必要去考虑说，在藏文里面有没有这个智慧哈，因为这个拼读呢，哈，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要放过一个哈，好，所以是多多益善哈，我们可以尽量的去拼读哈。好，那我们先来试试看哈，一样的刚刚的原理哈。那因为刚刚我们有把原理解释非常清楚哈。好，当你了解原理之后，好，那些原理你就不要再去附送它。好，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自然的拼音的过程。好，那我们要想象藏人的小孩子，他们在念这个学习拼读的时候，他们也不懂什么叫阳性后加字、阴性后加字，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声调，可是他很自然就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音。好，那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可以从原理上去判断他的声音的发音的这个一个规则哈。但是那个规则是我们要抛弃的，好，我们只是要来检视我们的发音是否正确，但是不是要在发音的过程当中，造成我们的牵绊。好，好，所以呢，一旦你会拼这个音之后，你就不要再反复拼读，你可以直接念。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我们来试试看哈。如果当牙遇到卡的时候，好，我们来先拼一次，来牙卡牙卡。好，你看同学有注意到吗？好，他声音呢从二声变成入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机子是二声，遇到阳性的后加字。好，然后呢，好，这个音呢本来好，这个如果它是一秒钟，就变成0.5秒。好，然后声音有变强，好，如果是中央的力道，有稍微重一点点。好，那最重要的是声调呢，会从上扬变成入声的声调。好，我们再一次来好，我们再来哈，来，我们接着试试看哈，要结合哈，以前同学拼读的时候都这样哈，如果4个元音符号，就是只能4个元音符号，它再加上后加字，它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受哈。但是拼音的规则，我们刚刚说的7个元素，其实它是交错的一个规则哈，所以呢，整个所有的规则我们都要融合在一起。好，那这只是第一步。好，4个元音符号，30个字母加4个元音符号，再加上我们第一步的这个后加字，6个不改变母音的后加字。好，我们试试看，来 ，nga ki gu ni ka ni ka，nga ki gu ni ka ni ka。好，首先呢，如果同学还不晓得这个音是怎么来的哈，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元音符号的规则哈。好，首先呢，我们刚刚说元音符号跟这个机子之间的关系呢是垂直取代的关系哈，所以你看这个 nga ki gu 这个 ki gu 所提供的母音呢是一母音。它只能取代原来这个拿这个机制里面的这个阿母音。好，那同学要注意，只能取代这个很重要。好，只能取代阿母音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子音不可以变。好，它的声调也不能变。好，所以当我们在拼读过程当中，因为有的同学可能不喜欢传统拼读法，可是我觉得传统拼读法是一个自然发音的一个练习的一个方式。那当你念得非常纯熟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把那些规则记在心里，它会引导你发出一个正确的音。可是非常重要的是，你传统拼读法一定要拼得正确。所以你看，我们仔细听我们的发音的步骤，来，这个时候其实声音没有变短，声调也没有变，还是二声。拿提供你，为什么呢？好，因为呢，这个元音符号只有改变阿母音。好，那什么时候变成长短的时候会缩短，会变强，声调会变入声呢？是当它在跟卡
结合的时候，后加词结合的时候。好，所以我们要仔细听哦。我提供你卡你克，我提供你卡你克。那我一旦我提供你，它就已经变入声，这样就不行。好，我提供你卡你克。好，再一次来，我提供你卡你克，我提供你卡你克。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字。我食叫母卡母克，我食叫母卡母克，我食叫母还是二声，好，也没有变强，好，那也没有变短，好，然后声调也没有变，好，它是遇到卡之后才有变化的，好，那如果你这样来拼传统拼读法的话，传统拼读法对你来讲就非常的有用，好，好，那我们来看下面，来，我准备爱卡爱克。我准备爱卡爱克，再一次，我准备爱卡爱克。OK， 非常好，我们来看最后。好，来，我那容我卡我克，我那容我卡我克，我那容我卡我克，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组。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组哈，伢这个字母呢，跟四个元音符号结合之后，我们再跟伢的后加字做一个组合哈。好，我们先分析一下哈，刚刚的这个我们讲述的规则里面有说，好，当这个二声的基字呢遇到一个阴性的后加字哈，好，那它这个二声是最上扬的声调，所以声调不变。好，另外这个伢后加要造成一个嗯的韵尾，一个喉咙共振的韵尾。好，然后呢，另外它是一个伢是一个阴性的后加字，所以呢它会把声音拉长，然后声调变弱。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来娘啊娘，娘啊娘。好，那这个时候还是阿母音。好，那我们来看，如果当它加上基字加上四个元音符号的时候，好，它这个体骨的元音符号代表的是一母音，好，直接把娘这个阿母音取代掉。好，子音不能变，声调不能变。好，所以当你在拼娘体骨泥的时候，它还是二声。好，还是二声。好，好，泥啊泥，好，维持二声。好，但是呢，声音有拉长，这样可以吗？我们来试试看，来娘体骨泥啊泥。你要提供你啊你，你要提供你的时候还没有嗯的那个韵尾，好，它遇到拿的后加字才有，好，然后声音才拉长。好，我们再试试看下面。好，来，你要食叫牛啊牛，你要食叫牛啊牛。好，我们来看下面。好，我们试试看，来，你要准备年啊年。娘准备娘啊娘，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娘那如牛啊牛，好，一样二声不变哈，好，但是大家加一个嗯嗯嗯的韵尾，好，然后声音拉长变弱，好，最后一次来，娘那如牛啊牛。那接下来我们再抽样，抽两个这个三十个字母里面两个字呢，来跟四个元音符号做组合，然后再跟这个爬跟麻这一组后加字来做个拼读。好，那我们来看，我们选的两个字呢是这个齿音的萨跟这个舌面音的霞。好，好，那我们来看，好，当萨遇到爬的后加字的时候呢，好，我们直接来拼读哈，来萨爬萨，萨爬萨。好，它首先呢变强变短，好，然后带一个 b 的双唇紧闭的韵尾，好，然后呢它的四声是不变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当它跟 k i 的结合的时候，好，来 sa k i g si pa si， sa k i g si pa si。好，一样它是齿音。好，好，当这个萨这个字跟 kiku 结合的时候呢，这个 e 呢只能取代它的阿母音。好，它齿音还是不变。好，萨 kiku si 还是齿音。好，好 si pa si， 好，四声不变，但是变短变强，带个 b 的韵尾。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萨 shiku su pa su， 萨 shiku su pa su， 萨 shiku su pa su。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字。萨准波塞帕塞帕，萨准波塞帕塞，萨准波塞帕塞。
好，下整波 say 的时候还不要缩短，好，好，然后 sip 再缩短，好，再带个 bird 的韵尾。好，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上了若嗦爬嗦，上了若嗦爬嗦，最后一次，上了若嗦爬嗦。好，我们来看下面，好，好，下面这一组呢，我们抽样的是霞这一组呢，哈，跟四个元音符号结合，再跟麻的后加字结合，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好，第一个字，好，我们来直接拼，好，来，霞马霞，霞马霞，二声不变，好，声音变长变弱，带一个双唇紧闭的韵尾，好，二声不变，好，我们来看下面。霞起古喜马行，霞起古喜马行，好，最后一次，霞起古喜马行，好，来看这个，霞霞叫修马雄，好，这个中间这个一千万不能掉哈，我们上次讲元音符号的时候哈，好，霞霞叫修，好，不是霞霞叫俗，大家可以吗？好，这一不能掉哈，好，霞霞叫修马雄。好，再一次，霞霞叫修马雄。好，第三个字，霞整波写马弦。再一次，霞整波写马弦。霞整波写马弦。OK， 最后一个字，霞那若修马雄。霞那若修马雄。最后一次。霞那若修马雄。最后呢，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ra的后加字哈。那啊的后加字我们就不练习哈。原因是因为呢，哈，假设呢这个机字是带有元音符号的时候呢，这个啊后加就在文字改革当中被删除了哈，所以那个我们就不需要练习哈。好，那我们来练习，我们以这个ba这个机字哈，然后呢，当它加上四个元音符号，好，然后再分别跟ra后加来做个结合哈。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来第一个字，来ba ra ba ra ba ra。好，我们试试看哈，它四声呢变成一声，好，带一个卷舌的颤音的韵尾哈。那如果你不会念颤音的话，你念 bar bar 也可以，有个 r 的韵尾。好，那如果可以颤的话，两下就好了哈 ，bar bar 这样就可以哈。好，四声变一声，拉长变弱哈。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字，好，来 bar ki gu bi ra bi ra， 好，再一次 bar ki gu bi ra bi ra，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字。八十九步啦，波噜噜噜。八十九步啦，波噜噜。最后一次，来，八十九步啦，波噜噜。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字。好，八整波背啦，背噜噜噜。八整波背啦，背噜噜噜。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字。好，八那若波啦，波噜噜噜。巴那若波啦波噜噜，好，好，那因为呢，我们录影的时间的关系呢，哈，所以呢，我们只能随机抽样让同学们来练习哈。那但是我希望同学们在家里呢，哈，可以自己来练习哈。你首先你可以把三十个字母加上四个元音符号，那这样子一共就有150种组合。然后接着呢，你再把这150种组合跟我们后加字第一个单元六个不改变母音的后加字做个结合，所以总共有900种的组合。那我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家里多多的练习，谢谢大家。大家好，我认为呢，学习藏文呢，哈，除了可以从说听读写各个方面来进行之外呢，我认为呢，还可以用唱的。好，因为呢，假设我们唱藏文歌曲呢，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舌头练习藏文的发音之外呢，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耳朵呢，习惯熟悉自己说藏文、唱藏文的声音。另外呢，我认为唱诵心咒呢，也可以累积福德，安放善的种子。因为藏文本来就是源自于梵语，是为了翻译佛典而生。好，那藏文的心咒呢，是透过藏文的字母呢，来忠实的转写梵音。好，
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还没有学完拼音的过程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唱诵在藏地流传最广的心咒，也就是很多藏人在学会说话之前呢，就会朗朗上口的六字大明咒，观音心咒。那这首我们唱的这首歌呢，它的原曲是由这个达摩索南帕吉，达摩虽南贝吉，他所演唱的，收录在原动力出版的这个听见心灵良乐的专辑当中。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唱这首歌。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Mani Padme Hum.Mani Padme Hum,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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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me Hum, Mani